el baño.命中注定，怎么办呢？打烂我的咖啡，打死你！喂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想打死他，我的咖啡，浪费我的咖啡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那您认为剧中是核心您追的林浩，还是林浩追的核心星？那是林浩追的我了，我怎么会追别人？没追，没有，是我追的他，卑微，卑微小伙，就是假装高冷。其实早就对我爱慕已久。一部戏了没摸着枪，杀青了，开几枪。假装我现在杀青了吧，开几枪。就是两个镜头见了吧？对，这要连发，是要打两连发，是就几秒钟啊？嗯，很快，一秒钟不到。你自己也觉得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三发三发的，好。这三发，老杨，开枪之前喊一声啊！啊、我可以往这边打吗？志强，可以从这边打吗？行，志强，杀青快乐！再来一桌子，我可以再来一桌子吗？可以，来，真的杀青了，我要庆祝一下，我要搞连发，连发，给他发发子。哦，他们装吧，死了一发，三发，三发，一部戏了没摸着枪，杀青了，开几枪？开始了吗？杀青快乐，试枪！哦，哇哇哇！谢谢，帅呆了，耶！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跟你说要盖个章。好了，你可不能毁约。这是定金，之后看你表现。你吃早饭吗？我会自己想办法。要不然早饭我来做吧。我你别一看自己剪的。真好看，有蜡烛吗？结果是一比五二，气了。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哎呀，再看一眼。发现这真的是比现实好看。哇！这谁啊？鼻血！这谁啊？这个不能放，这个造型啊，这个衣服都保密的，导演不同意啊。谁说的？导演说的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确实很好看。是吧？